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很兴奋吧？注意保暖！赢了，就是这样。 真高兴见到你，只是你眼中的伊丽莎。 最近过得还好吗？
执照的。我最喜欢雇佣手下了。没问题，我会留住他们。只是你眼中的伊丽莎。
简直势如破竹啊！一路顺风哦。你想干嘛？是这样，这个可以提升队伍的战力。哦，我知道，德雷克塔尔也很喜欢这个。
来看看你拿到什么，来看看我们的新伙伴吧。
见识过真正的中炎之客。圣光遗弃了这个地方，你攻上峰顶了。雇佣这个好像不错，努力就会有收获。那要爆了！只是你眼中的伊丽莎。来看看我们的新伙伴吧。第一名是你的了，来大肆庆祝一番吧。是这样，
再撑一下，胜利就在眼前。